观众，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演讲《弘一大师临终发愿》。那么讲到弘一大师啊，咱每一人都拢非常的熟悉吼，因为他是民国以来了不起一个古僧啊。那介绍弘一大师以前，无听到弘一大师唔是教来人听真清楚啦。但是我若讲到李叔同，你可能就清楚了有三分啦。啊，若讲李叔同，你阁听无呢？我阁更加呢，阁深入介绍，伊有做一条歌介出名，叫做《送别》，捌听过吼？讲《送别》就联想到李叔同，哦，来我唱一遍啦，安尼阁更加的印象深刻啊，《送别》你唱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有无啊？哦，听样真怀念哦。咱较早读册毕业的时候，唱着送别啦。听着送别，感觉心的依依不舍。对作者人事物下呢呢带来真多联想啦。送别就是呢李叔同伊所做的这个词曲曲。那么当时，那么伊出家了后发号呢叫做弘一啦，就弘一大师。那么咱有必要甲弘一大师呢伊的生平呢来介绍一下哈，来听好。弘一大师，民国人，浙江平湖人，俗姓李，名公侯，号俗同，出家名观音，别号观清，又称日月老人，幼年聪慧，熟练大臂王成就，过目成相，26岁东渡日本。入三亚美术专校，正心文艺，善诗词书画，研究音乐，名震一时。你看，一代的高僧有一代高僧以过人无同款的所在啦。弘一大师本身呢，伊就是浙江省平湖人呐，伊在俗姓李。名叫做公侯，哦，伊个号呢叫做俗同，叫李叔同，李叔同就是个啦。那出家了后，伊个名叫做燕音呐，伊个别号呢叫做万青，哦，啊又称号叫二老人呐，哦，当然伊个这个万年伊个别号真济啦，只系提出几项家己报告安尼尔。那么伊细汉的时候非常的聪慧哦。尤其细汉的时啊，有那是佛化家庭的款呐。那么伊该训练这个啥大悲咒、甲往生咒，细汉就做个背、做个念啊，就对啦。卖互伊看过面包，伊过目呢，做到成相，这点也是无简单的所在。哦，好。那么伊26岁时，伊就东渡去日本呢留学，伫三亚呢。美术的专校呢，在研究正言的美术、正言音乐啦。
然后伊本身呢，回国了后呢，对咱国家嘛贡献真大哦。那么伊其实对这诗啦、书在这书呢，还是写字啦、画图啦，哦，这国画种种诶，也当是非常哦牛一个了不起人就对。到尾研究音乐诶，名震一时啊，靠伊歌读侪啦，哦，好听好哦。民国诶七年，39岁，7月13日，出家于杭州大慈寺，到礼了五和尚为师。9月，于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，发名延音和弘一，以戒为道本，分游四处，讲经弘法。当代善知识最敬重者，乃印光大师。在民国七年的时候，39岁呢，7月13日，伊就伫杭州迄个所在呢来出家，大慈寺就丢啦。到咧了我呢，这个和尚为师，在杭州的灵隐寺呢修三段大戒就丢啦，发名延音和弘一。那么延音就是一雷号啦，哦，啊外号呢就是弘一，哎，就了解吼，哦，变讲如本法师，啊，如本法师就是我的号，我的外号啦，啊，我内号呢，佮禅清啦，哦，那么出家了后，拢有一内号佮外号啦，一般发名就是内号，外号呢就是普通时那个称呼，迄个名号，哎，就了解吼。出家了，再讲这戒律的衰微，因此一生的当中呢，拢奉持戒律，宣扬戒律，作为修道根本呢。那么然后，穿着三藏教典，然后就分游呢，到处去分游啊。去到一个所在，有缘的所在，人邀请伊恭敬说法呢，伊就恭敬说法。那么在当代呢？伊最仰慕、最尊敬的善知识呢，就是印光大师啦。哦，好，佮听好。31年春，赴灵水山讲经，自进山云林养老院，中秋为众讲经。23日是二级，第一要急探问，为专念佛号。27日绝食为饮水，28日写遗嘱，托妙莲负责后事。这讲真清楚哈，在民国这31年的春天呢，哦，伊就到了这个灵水山呢，伫个恭敬说法，住在晋江呢，哦，温宁养老院在迄个所在呢，哦，伫个。为大众的恭敬说法哦，在民国哦31年的时啊，哦，身体就小可无快活啊。那么在这23日呢，实现一挂微细的病苦，伊就拒绝一切医药啦，人家探病呢，哦，伊拢甲那个完全甲拒绝，目的就是变往生啊，就对啦。哦，专心念阿弥陀佛咯。那么27日的时候，伊就绝食，唯有啉这个啊一挂温水安尼尔。28日，伊就开始写一挂遗嘱啊，伊托这个妙莲来负责伊善后工作。这个妙莲唔是哦，伫香港来台湾哦，伫中部的妙莲法师哦，唔是另外一个法师名叫妙莲，好唔好误会哈？好，那么。咱就要讲话啊啦！咱若真正是真病无药医的时，咱就唔忙伫啊呢问神托卜，也走找名医，走甲平平喘，甲最后医未好来往生去呢。哇，安尼可惜！那如果真正有够度啦吼，有心办生死，有心了生脱死，有心要往生西方净土人。如果医生
哦，伊个判断正确，确实就是呢，佮较好朋友，较好朋友，啊，无在这个异地时，都唔忙底下去拖就对啦。一试看卖哩，都唔通。你看洪大师，伊家己清楚啊，家己病症，家己明辨嘛，伊就拒绝呢，伊有啊。哦，人家探病时呢，伊拢啊婉转讲拒绝，专心念佛求往生啊。这点非常要紧。哦，有人明明医生的宣判哦，已经未用你啦。哦，佫剩三个月半年的外债啊。有一款人呢，伊用钱卡些代价，就要付出啦，要医较好啦。你无听世间人讲伊啊，真病无药医呢。哦，有药医的是只有假病，还佫会好的。你安怎医都不要紧。但是真正宣布，讲你癌都第三期啊咧，你搁卡医一个拖呢啦，啊一人哦平康留两支弓，这颔骨啊搁插两支弓，哦啊一身躯呢，这下是四五支，硬要甲医诶，这无一定好哦。这款呢痛，这款呢是痛苦啊，唯有家己个解清楚，唔好硬个折磨。应当车等诶，准备助念，准备念佛，准备呢，哦，求往生才对啊。如果呢，硬要甲再讲啊，规身躯再讲再四五支啦，安尼无够呢，迄注射注两三支呢，哦，规身躯呢像咧机器人呐，好快卡无电几条，哦，安尼唔对哈。洪大师的实验即款就是要很快，哦，伊阵呢。所有医药伊就唔用啊，哦，人个探病讲完整讲，啊，你念佛回向花就好啊，我专心要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安就可以啊。哦，然后往生前呢，哦，这个弘一大师呢，伊本身自己就绝食，哦，伊就是所有三顿无用啊啦，唯有啉一寡温水而已。第二十八日的时呢，伊就哦写一个遗书，交这个妙莲法师呢来办伊后事呢。那为安怎会断食呢？这非常要紧哦。这断食就是讲，咱就知影讲，正礼拜正十天尔咧，咱知影这经营不对啊，绝对七天了后会往生，家己念低三分嘛。安尼这时阵绝对要断食。因为绝食有足侪好处诶，有人讲哦，我平常时一箍遐大片遐大箍，哦，安尼无食三顿，安尼嘴角会就错死咧，好站袂住哦。嘿，我看在遮寡无，遮开哩手机遐认真看袂住。到这阵，日本来讲一个介实在话吼，唔嘛我白讲，绝食是正确诶，因为呢。你要往生进前，又遇到肝病、腰子病人吼，迄腹肚头胀起来吼，哎呦，迄死你个是听十个讲，十个拢痛苦的，无一个快活的。迄屎尿积积伫腹肚内，等下都是胀甲呢，腹肚成水龟啦，啊，但面上拍上呢，要磕头自杀呢，千万唔通呢。那再讲，都未用你啊，到十天以内、七天以内吼，就绝对绝食。安尼呢，你空白较轻松，那脑筋解呢清醒啊。唯有啉一撮水就好啊，嘛莫啉伤济哦。你屎尿都放袂出来，你搁啉足济饭菜，搁啉水伫腹肚内，愈胀是愈大粒咯。世间人讲，会死个足歹看，千万莫搁食物件，都七天尔嘛。哦，你就爱一直求佛呢，来。往生是往生菩萨道，其他的动作唔免做真济啊。哦，那么同时，家你遗嘱呢交代又好事，这点更加愈要紧。有人在生都明明都话未甲一礼拜哦，亦接续挂碍坚持呢，唔免写遗嘱就唔免写遗嘱。哦，伊一个求生的迄款的心念，哎唔对哈，那别因你在放弃啊。啊，该死是求生，叫做颠倒啊！世间颠倒人的十个有七八个啊，真可怕。
所以用你在生，就知讲未用你来时阵，就爱维修写好势。脑筋清醒时，来写维修判断力、分析力、推演力，哦，交代较清楚啊。哦，该财产和大后生、二后生、左囝，公司交什么人？哦，什么人画什么职务，交到清清楚楚。哎，你呢？写到咩破纸、白纸写乌字？哎，带来未带来讲以后你往生了后呢？后生左囝有要要霸占财产的，不甲规家伙操国国啊！哦，这写非常非常要紧。好，你来看，咱台南市就好啦吼，台南市有一位技师啊，家财万贯呢。那么伊现都明明都一死啊，该死啊，伊个求生。坚持甲伊财产无爱甲写遗嘱，结果呢，一直甲伊死字拢无写，即些代志大条啊！伊未死的时候，后生左囝就伫遐虎视眈眈伫遐看，看财产啊！哦，是就有个人个破产无呢？看大后生、二后生，哦，左囝新妇三人有伫遐个呢，蠢蠢欲动无啊？办迄个丧事，但拢有财产。办迄丧事，大家拢目睭金箍箍，哦，是欲是是为伊啦，哦，啊，安尼阁不要紧哦。即办丧事当中，有诶讲要土葬，有诶讲要火葬，有诶要葬葬公墓，有诶讲要放公塔，啊，有诶讲要放私人诶塔，哦，财团诶塔，有诶讲要放葬佛寺诶塔，哦，无噶，弯就丢啦。哦，啊有讲要请咧，五祖靠亡，哦，有讲无爱，啊有讲要请乐团来走，有讲无爱，吼、哦，有要高大厝，有无爱高大厝，有要收苦钱，有要无爱收苦钱，都为着这个丧事当中，大家意见多端呐、啊，大家冤家，非常不愉快啊，这一站哦，等到丧事办完的时。系啦，为了财产真是头疼，从冤家起来，从各家发银钱，你看，你是讲咩啊？所以啊，遗嘱写好啊，绝对百利无一害啦。嗯，我讲过了，咱若该死吼，啊，咱就呢，唔能够求生，该死反倒等下求生呢，叫做呢颠倒去啊。哦，那就了解吼。非常要紧哦，好，不听好哦。那么民工呢，31年9月7日下午呢，写笔心交接一转交庙联，并须注意，如在坐念时见我流泪，并非流乱世间挂念亲人。而是悲喜交集之情景所感也。说毕，乃勿念佛号。7日出时，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而息。年63，正纳24，多比迄舍利1800念，舍利地呢600。注意，有看到啊吼？人伊呢，要往生进前，威严交代个清清楚楚，死个真安详，死个足自在，死个无跨界，安尼呢，就见佛来往生净土去，你看咪？所以这样写遗嘱人是天下间最有智慧的、最聪明的人。你若无写遗嘱，害了你自己，佮你家人伫个家庭运动呢，无干呢。哦，水深火热变成顽锈就对了。我前后个真腰受骨，所以呢，遗嘱非写不可啊。哦，你看洪大师呢，遗嘱写清清楚楚，安顿个足好势，去你家己也无挂碍啦。这自在潇洒来离开世间，往生净土去啊。这位大吉菩萨真牛啊！命中时呢，交代讲，请如本法师来助念下。往生时呢，哦，非法呢，甚至劝如本法师的法界宝塔呢，哦，有诶真有智慧呢，
拢事先等，吼、哦，囥伫个等下就丢啦，准备伫个等下就丢。所以委托，吼、哦，安尼个无准正哦，白纸写乌字，吼、哦，写清楚，讲清楚，你的家族人无半个甲起床的啦，无半个敢来唱反调的啦，无半个感觉。敢呢？甲你违背你的本意啦，那还得了？哦，所以写遗嘱就是保障自己，哦，和自己往生时做万全的准备，和你在报名的种时呢，会用心无挂碍，无挂碍过，无有恐怖啊！哦，远离颠倒妄想，最后呢，负责接引往生净土去。嗯，你看弘一大师呢？伊伫31年9月7日的下晡时哦，写了四字啦，悲心交集。哦，啊，悲心交集这四字是来自于这楞严经位啦，意思讲哦，哦啊欢喜啦，哦啊，咱人活伫世间加减有感情嘛，师徒的情、同参道友的情、父母的情、兄弟的情、夫妻的情。哦，兄弟的情，姊妹的情，哎，大家有嘛？哦，啊，那么一方面也欢喜，一方面也唔甘啦。哦，是讲百感交集、介复杂的心态当中呢，哦，搞出悲心交集呢。哦，这个妙莲法师啦，并且讲附属伊，交代伊要按怎做，要按怎做，要按怎做呢？伊讲如果大众在我旁边助念佛号时，那看到我红印呢，目睭的四周会流出眼泪呢。哦，这款的眼泪呢，不是挂碍世间、挂碍亲人的眼泪哦。这就是呢，我欢喜见到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见到大势至菩萨欢喜的目屎，伊就讲头前啊就对了。哦，叫啥呢？嗯，叫做悲喜交集。也情尽所感就对了，你知影吼？总共就叫做欢喜心。我一旦呢39岁来出家修行，我弘一大师啊，嗯，本身呢在临命终的时，会当看到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因呢，带我去欢喜甲流目屎意思啦。我一讲完呢，准呢唔讲话啊，开始念阿弥陀佛啦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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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一直到初时，的迄下晡时时，哦，然后呢，在大众念佛声当中呢，痴痴如是，安详了往生去啊。这时时就是下晡时啊，7点呢，甲9点的时间啊，时时来往生去。享年。63岁，正月24年啊，正年烧出来下里呢，有呢1800几粒啦，嚯、哦、还得了？那么伊下里设立块呢，有600地啊，哦不得了呢，规碗公啊呢，哦吼，所以啊，诸位菩萨啊，一代高僧呢，就在大众念佛声中呢，时时安详如是去啊。不简单哦，你也看啊，弘一大师呢，伊交代话，一直甲伊往生去呢，一拢兑现啦。真正呢，伊往生去了呢，伊目睭的四周围有流出眼泪出来，就见着佛啦。首先就讲别等伊啊，所以弘一大师真了不起，伊做啥就成啥就对啦。伊还未出家以前，做学生就先学生。好、哦，然后伊讲教书、教音乐，一教课时就升一老师。等下出家修行了后，哦，伊就升一个呢法师就对了。伊做啥成啥呢？这点也是无简单的所在咯。那么弘一大师，嗯，伊是相当会用回光返照的人哦。所以呢，伊是39岁时神经大电流咯啊。因就勉强的出家修行，下头老内底所有书生呢，感觉真压抑啊！哦，啊，到尾一出家修行了呢，修了非常有成就啊！伫下头内底多啊，真侪呢老师
甲因内底学生就对。伊觉悟心真强，善根真强，尤其回光返照心诶真强啊！哦，所以悟人是法对人啊，迷悟人是人去对法啊。看到啥物人事物的变化呢，就如同有意识法同款。这款无简单呢，较早有一款的修行人叫做幻觉性。我这因缘生灭，伊就我都感悟人生无常来修行啊。哦，伊讲一人坐点树卡，看到秋天哦，这树顶的树叶啊哦，风是吹得叮当，哇，一片一片，一条一条连搭去土卡落来呢。伊观看呢，哦，春天开花，秋天的落叶啊，树叶在半空中一片一片飘落来呢。伊就感悟人生无常啊！你看，因为外在树叶有生灭，那么我的身躯四大家合的身躯呢，哦嘛是有生灭啊，有生老病死啊，有意识法。看一场车祸，一跌咧甲地，断脚断手，有半身不遂，有变成植物人，有一失常跳家己，被粘附一只。看到外口的车祸，伊就感悟啊！回光返照足强个啊，洪大师啊，善根真深就对啊，感悟心也真强就对。哦，看人冤家相拍，哦，伊就回光返照啊。即款人伫世间大有人在呢，啊，即款人，哦，无同意听个人，无感觉个人，哦，无冤家人，哦，无冤路个人，也是大堆啊。哦，似乎啊，规拍得了了去安尼，伊也无感想。车祸隔咧家己几百场的，伊也无感觉。我讲做念呢，二三十区啊呢，伊神经也袂流落。哦，真济呢。所以弘一大师引用这个古诗呢，讲了几句话哦。伊咧讲：我见他人死啊，我心热如火，非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注意看咧吼，伊讲。我看到别人啊，往生去呢，我的心热甲像像火伫烧共款呢，唔是热他人哦，看看轮到我哦，吼、哦、吼，只怪这外人啊有回光返照的心呢、啊，哦，我的做干呢，迷雾丢毛境界，你想看卖啊？但是还未到，就事先准备伫遐等伊啊，看到外口境界生生灭灭。就当马上想家己，唔通哦，历史重演哦，陷入含伊同款的境界去哦。即款呢，就是呢，足有善根人才发多，善于回光返照人，即款是高人。我看别人死，哦，我唔是靠伊呢，唔是烦恼伊呢，我看今晚我一工卖死呀，看看轮流我哦。哦，啊，有人看别人死呢，唔死哦，啊，这可能是肝病死啦，腰椎病死啦，车祸死啦，发生灾难死啦，啊，食老来死啦，伊拢讲这话尔，啊，伊唔知讲，哦，是讲会轮流我呢，这款的是足有善根的人，哦，介有弯路的人，像真远的人，像智慧人，哦，啊，发生一边车祸呢。哦，伊只车好哦，是对方开了较紧啦，哦，爱开了较慢啦，差一秒钟尔啦，所以结对啊啦。哦，只车好哦，啊，当时去卡尔啦，我的朋友当两支卡咧哩。哦，要是规日讲这话，你讲咪？哦，啊，伊唔懂，哎呦，我开车爱细意哦，忙存伊安尼哦。呀，心境差一点，有一关家伫是非善恶当中伫分辨尔，哦，伫分析尔。你是讲，哎呦，我爱说伊啊！哦，我像你安尼爱滴，你看两块心情呢，一块是心一直向外，啊，一块是会当回光返照，哦，会当思考家己的，哦，人就差遐尼济啦。所以讲回光返照，看外口的生生灭灭，会回想家己；看外口的是非善恶，会想家己。哦，这款的人真是呢。大善根人哦，
好，继续听哦。地位若不足的人，无稳定的人，伊的思考若无远离的人，若无法度做干呢，迷雾丢无人，拄到无常，心内拢无感想的人，即款人啊，真正有影真可悲呢。啊，人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，等候真正一定爱第三期的感情，伊才现金流落去啊，那还拢未付起啊哦。所以修行当中会见啊，但一定要平常时呢，如同古诗所讲的，哦，我见他人时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啊。你有一贯回光返照、善于呢观察家己、反省家己、思考家己人，这款呢，但是呢，该有所有呢，觉悟心真强的人，哦。有嘞，插伊呢，啊，这边人死偌济啦，哦，死偌济，跟伊无关系啦。这款嘞社会上人真正有够济呢，哦，伊连这现金都无啊，哦，所以有一人呢，伊死去了去阎罗王遐报道啦，报道了后，阎罗王就甲讲讲，你这人少年，三十通岁就来死。啊！你太莫在生多念佛，多听经闻法来修行往生净土啊！来，这个阎罗殿吼，咧、哦、地府呢，报道唔是好代志个啊！哦，我有写三张限时批予你呢，你都唔知影呀？你唔知人生无常呀？这人讲，我知阎罗先生，你才有写予我咧，我无接到你三张限时批啊啦！有啊，你太无。你注意思考看卖，是不是你的爸爸在民国几年是王先你敢唔知影？不知啊，真唔知。就啊，这头一张的限时批、无偿批啊。哦，啊，佮在民国呢，93年的时，你的妈妈佮王先上届无相当啊，你敢无接到一张无偿的批？伊想想有影哩。这叫做批哦，是啊，吼吼，所以伊就无做个安怎呢？我见他人时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伊回光返照，哦，反正心无够就对了。啊，佮一张批啊，哦，你查某囝是毋是呢？伫出事了后，哎、哦，第三档就死去啊呢？你哭甲默默叫，有无？有啊。这就是第三张批啊！哦，现在讲讲，即卖已经为时已晚啦，即卖已经用修真啦。哦，如果在世当念佛往生西方净土，你不但唔免来找我阎罗王报道，你搁得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呢。哦，所以呀、啊，你自己呢，哦，反省能力。回光返照的心受过辱去啊！你家己个发生一边车祸啊！你看你怎么摆卡啊？哦，你半站位就是当初呢，哪要讲批哦？我写过来顶好你呢，你车祸过一边对唔对？无唔对啊！吼、哦，你受苦咪啊！所以怎么讲话啊？我唔知咱全国个人民百姓，哦，咱下区个同仁呐。恁到底接几张的无偿的批呢？你一定甲如本老师讲讲，哦，那安尼你安尼讲的角度来讲哦，我无偿的批哦，接你较济，唔呀十张、二十张哦，几百张我都有啊，有影啦。外口生生灭灭，你敢无看到？一切人事物变化无常，真无奈无奈，又搁能如何代志呢？一大堆啊，在无常演变当中呢，你敢觉悟啊？这就是无常的批，一张过一张啊，大张、细张，好满天飞啊！你不接到去啊？这个少年来讲有啦，阎罗王先生要如何？已经未赴啊！由业力所感的来这阎罗殿报道呢，已经爱受业力的制裁啊！我嘛身不由己啊！哦，想给你解救也无能为力。哦，做什么因爱受什么果啊？善恶分明啊！
那么这时阵啊，这少年未富咯，所以咱就要讲话啊。即次在21世纪当中，今麦呢世纪的初年呢，就在南亚呢大地震、大海啸呢。哦，你看南亚的地区啦，印尼啦、泰国啦、斯里兰卡啦、马尔地夫啦，哦，根据统计哦，46万以上啦。啊，四级还未吹出来呢，还一大堆，你看卖。16万人呢，38秒钟了，38秒钟死，哦，将近20万人，那还得了？敢无敢安逸啊？哦，所以这人生无常啊，暂时只能大呢。咱是运动好提起呢，正念好啊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啊。无呢，这沙埔世间无安呐、啊，常常地震啦、啊、火灾、水灾啦、啊，哦，风灾呢、雨噶呢，互咱伫这活的世间惶惶不安呢、啊。搁衰起呢，世间上即么乱世啊，抢劫啦、绑票啦、哦，抢银行啦，老爸老母无爱财产分出来呢，囝就倒就赌啊啦，就抢啊啦，太无够，搁叫朋友倒台啦，乱伦啦。这世间呢，真正你敢未感觉讲真无常呢？所以讲，咱人善根有关键呢。哦，有上根根呢，有中根下根呢。咱有根叫做啥呢？三顶尾，三顶善根呢。啥物三顶尾呢？三顶尾呢，第一顶叫啥呢？嗯，这只尾啊呢，看到主人也爱买变起哦，要来。出队刹那呢，看到马变鸟、鸭鸟，马也就知讲哦，出你家己无开我的笑，我一听了，伊就爬就冲就拖马车，一定位，哦，唔免个速度，看到马变鸟这样走啊，哦，这就如同诶，高师所讲诶，我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啊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，嗯。我见他人死啊，我心热如火啊，唔是热他人，看看轮流我。伊就说：哦，我买车也无拖，买边出的家地吼，迄皮力啊，肉疼呢，我就拖，一定的，唔免互摔，唔免互跌就对啦。就等哦，即讲的家地无开我的时候，一听呢，拖。啊，第二顶面叫做啥？看到马变马输的刹那呢，伊讲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尿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好、哦，伊唔代表接你听哦。哎，结果呢，伊唔拖马车，哎，慢慢的蛇般懵懵的拖呢。啊，就那个接一个呢，哎呦，一听了，开玩笑，无拖该用木事，吼、哦，马车就拖你听哦。这是二顶的这个马就丢了，哦，啊，三顶马呢，听哦。快买兵！啊，这几十种啊，哦，如果那是做部队的哦，哦，也安尼说的什么意思？哦，这款太无神经了。然后呢，哦，伊就唔拖啊，迄、哦、主人一卡掌过来夹一两，呜呼，一跳，啊，这夹尾也无讲偌大力啦，还承受得了，还佫会收会掉的，嗯，那要拖那唔拖？啊，主人就硬啊，你跳，也讲啊。啊好啊，大那个摔死我嘞，摔呢，吼、哦，摔到这边哦，车站袂掉呢哦，无拖会死人哦，会死马哦，吼、哦，这只无拖会死哦，就开始拖了，啊拖啊停住，啊主人个摔呢，啊个拖两个啊，个摔呢，摔惯呢，皮破，哦呢，肉拢走出来啊吼，啊呢，骨也流出来呢，哪要拖哪唔拖呢，啊嘛是有个拖一条。啊，这就是三顶马啦。三顶马代表三种人哦。哦，第一上顶金的人就如同第一顶马。哦，伊听讲哦，世间无常呢，爱学佛修行哦。世间的真苦底啦，念力就过去啊。世间是假机的尔。哦，所以咱呢，来这世间是暂时的，所以呢，咱呢。在好啊，念佛求生净土，来世唔免去轮回生死，学佛就是要成佛啦。
伊听了后呢，杜兴瑞个神经呢，唔免想呢，该解说伊就醒啊，就这样修行念佛了，代表一定神经的人啊，如同一定咩呢？啊，第二种神经人还可以啦，讲，咱丢神的啊，哦，错小姐的还去修行啊，修行足好哟，伊讲，咁一定就爱修行，哦，我人生真趣味呢。哦，阿无去嚼这个感情的滋味，阿无哦，这个谈情说爱贵，哦，阿无呢，食着顶咸酸涩苦，阮家家庭真富裕呢，还可以啦，甲要一个修行，吼、哦，甲你变变咧有无了？哦，啊，然后都要加减嚼一个苦哦，低氧类啊，哦啊，生囝贵啊，开始呢家庭的运动啊，稍有善根啊。意思讲，二等善根人都要有食过苦，哦，食了这个滋味，顶咸酸涩苦人，伊怎呢？人哦，真正人讲有影呢，都要经历过、有试过，才会感悟的，这二等善根呐。哦，啊，佮三等善根的人是啥呢？就如同三等的，讲人生苦、哦，有无影啦？嘛有快乐，你看即个等个谈情说爱。欢喜着啉一杯啊，走味的咖啡咧，吼、哦，啊心情也较欢喜，啊唱一个卡拉 OK 咧，哦，个心情搁较歹呢，海边啊行行，看一下电影呢，吼、哦，给你变到半小时了，哎，有影食一个苦啊呢，苦啊，做人先不能食苦啦，啊做人搁无食苦，才有成人，吼、哦，你跟电影了，啊你信什么宗教啊？人阮拢信这自闭的。我信你都无谈，都无通食诶。我信孙中山呐、啊，有影我有信。哦，甲你骗你了，你唔知要当兵，唔知哭，还要笑你了。啊，然后安怎呢？即款人就一直干呐。哦，食苦啊，离婚啦、啊。哦，啊，嫁死两个伊啊。哦，伊阁还未神经能力清晰哦，啊，一个大病病到要死去啊呢，也阁神经性未差出来，就变来个劝，甲讲道理。哦，还、啊、有人生的真谛，哦，让伊慢慢知影了呢。就足严重，足严重呢。伊神经在生一丝丝啊，啊，三不五时当边个催促，哦，甲催甲鞭策着行，哦，唔伊就未啥物行就丢了。连续过两个案啊哦，哦，啊，讲要阁嫁就丢了，阁嫁第四个啦。哦，伊就讲，过去嫁三个可能是咱运气较歹啦，吼、哦。我第四个，我看未讲遐尼啊凄惨才对啦。哦，咁遐尼注意第四个，佫嫁到遐尼歹样啊。哦，啊，结果嫁来嘛，佫凄惨歪歪了。这个会吼，成本也无讲介理想哦。你嫁较济当中哦，你着共款命运呢，非常互你堪受不了啦，堪受不了啊。啊，这款人无安尼哦，伊袂干我呢，做作落魄作凄惨嘛呢，等候见着观察。啊，目屎加滴两滴安尼尔，有世间即人非常多，咱称呼叫三等的神经呐。啊，那四等的就无你四等的，四等就未听你啦。哦，种三等马、三等神经、三等神经，譬如三等马啦。啊，咱诸位呢，唔在属于对款马吼，哦，对一款的神经的吼，哦，所以讲呢，一等神经呢。哦，爱上种有修行啊，生生世世有修过人。伊看到世间无常，唔免食过苦，唔免嫁过翁，娶过某，唔免建立呢殊荣功勋，听着看着就知影觉悟啊。这款呢是相当不容易啊，一定前进啊。哦，伊听着就主动捌做过啊，啊看过就主动捌做过啊。所以呢，这是过来人啊。啊，过来人唔免食过苦，唔免呢亲人滴受过苦，哦，伊听着看着就知影觉悟啊，这就一定神经啊。啊，二定神经的人就是讲，甲伊讲嘛，甲伊讲啊，听嘛听着啊，看嘛看着啊，哦，啊，但是呢，伊就无试过嘛，伊就未死心呐，伊就唔甘愿呐，哦，伊就呢作怀念讲。我也无谈情说爱，无来结结婚嘛好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同居嘛好啊，食些滋味了后，
以后再出家修行啊。哦，你看，这就是第二种神经啊，甲劣根性啊，就差足侪去啊。哦，那么啊，三种神经就愈食力。哦，迄就像甲你讲个呢，食过苦啊，苦甲怎么出家嘛呢？伊阁是使我希望讲，敢会安尼遐自私？哦，世间人讲敢遐尼衰？哦，我、哦、有这道能无三不生业，无事无生意啊，无人第五个好唔好？无你甲地宗是迄落命啊！吼，所以呢，咱就爱修行当中爱记一句话，咱就一定善根呢，一定善根无定哦，无你嘛拼第二坎的，第三坎的真正就袂好过日来啦。好，随听我。会记，咱修行过程当中呢，人生无常，无法度改变的。人生痛苦的代志，这是款果报啊。哦，有人讲，俗语讲人生苦短啦，又搁苦又搁真短，对啊。啊，不过世间嘛快乐啊，有快乐。世间快乐是刹那间，刹那灭。你谈情说爱啦，哦，两点钟啦，跳舞两点钟啦。都快乐，唔过生生未灭啊，点你嘛过期啊，无唔对啊。哦，所以世间快乐是刹那生刹那灭呢。啊，男女去做迄个兴房的代志啦，也快乐几点钟呢？刹那生刹那灭呢。凡事世间事，快乐是无常物件。所以无大家涅槃解脱开悟正果呢，那么这就是呢佛门所讲的涅槃殊胜上正五乐哦。这个永远不变的哦。你看，咱呢，伫这个故乡度，有一个菩萨呢，伊65岁归，75岁时呢受五戒，78岁受菩萨戒，82岁来往生呢。哦，往生时啊，伊亲人讲一句话，甲我记条条，就甲我讲一句话，师父。人生真苦的，讲哦，你82岁啊，啊才有外底啊，事你知影哦，目睭一年一个吼，都82年呢。你看这老菩萨遐遐有神经啊，伊讲啊，我听事你讲经了，我不但未怀疑，你讲经呢足有道理，深入浅出啊，足有乡土味啊，哦，老少咸宜，雅俗共赏啊。哦，你讲经，我准时一定拍开电视来听你讲经说法嘞。所以我对往生净土充满了信心甲希望啊！我绝对往生，我有信心咩？然后，上几正礼拜呢，我往生进前，伊就坐伫个沙发的顶悬呢，哦，手提108粒莲珠呢，念阿弥陀的圣号。虽然讲82岁啊呢，一声有真大声。阿弥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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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句一句，一句一句了，足清楚。念到呢，因家的人才讲，可能吼，因老爸吼，伊的吼，伊阿公要往生，拢知影。然后看伊念到呢，遐尔入神吼，大家围绕个念佛。另外一半是呢，伊向阳讲叫如本法师爱赶过呢啦，啊高阳离遮真近啊，前后都唔免甲40分钟哩啊，就高速公路，搁落高速公路呢就到啊。我其实呢，目睭颠倒去啦，哼，呼，目睭边往搞看哦，输你来哦，吼，感恩下，我一句感恩讲，人生苦短，输你讲的对唔对？讲对，啊要如何？我要往生啊！伊讲我要往生了后，一句话都无爱讲啊！哦，伊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阮大众呐，做一对念就对了，这无牵调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随着大众念佛当中呢，时时安详而息去啊！你看卖啊，对法肯定，道理也听下落，伊一放呢。安住伫个呢，自性当中呢，安尼这人无往生上往生啊。最后这老大人呢，就来修大乘念佛当中往生净土去啊。你看咩啊？人生苦短，人生无常，
伊全部听落去。哦，哎，就清楚哦。我用功修行绝对无唔对啦。时间到啊，已经。明仔载呢，弘一大师呢，临终发药，同时间再会。